我尽力了，我有跑，我有跑。等等，这游戏是跑不起来的吗？它只能到啊，它只能走啊。我第一次看到危险，然后还这么悠哉的，这么悠哉的主角哎、欸。我躲到车里呀。狗好像离开了，吓死人了！大家有被狗追过吗？应该还蛮长的吧。从小时候到现在都没有被追过的人，也还蛮厉害的。我记得我真的被追过，记忆还蛮多的。所以我小时候还蛮不喜欢博美。对，其实他很小，可是也有，就是我觉得都是主人的问题。你知道你家的狗就是会乱吠人、乱追人、乱咬人，你还是放任他随便乱跑的状况下，我觉得还蛮奇怪的。然后我也有被那种非常非常大型的狗追过，很可怕。我那一次真的是差点，可能差一点点，如果可能主人没发现，就是及时叫回他，我应该已经被咬伤了。对，还好我没有被咬的记忆，不然我现在应该是超级怕狗的吧。又是乌鸦，那只凶巴巴的乌鸦找了只乌鸦作伴。我只看到一只啊。欢迎来到科尔城。哦，我走过去应该会被电吧。对，被电了。他有漏电时间呢，那我们等一下。哎，我要走很近很近的待机耶，太过分了！我到底要怎么？然后好。这里看起来都很荒凉的样子，大家都到哪里去了？这不会是你梦中世界之类的吗？乔家？诶，我进来了。Hello， 有人吗？我喜欢上这个酒吧的音乐，我觉得我可能喝了一杯两杯，我的头突然又开始晕了起来。这家伙就是无限的在晕倒啊！比女孩子还娇羞哎、欸。嗯，干得好，小伙子！你从贾德那里得到的信息非常的有用，我将它就交给你了。现在我要去吉山。荆棘山机场，嗯，然后在飞机起飞前找到他。黑帮吗？我记忆慢慢的消失了。我明明就是富二代，然后我现在离家出走，就是为了证明自己，然后就混黑帮。我从猛烈的宿醉中醒来，然后依旧是念不完台词的所有。那辆卡车已经破到不行了，乌鸦都跟着我哎、欸，这是有什么寓意吗？然后找到了空的汽油罐，所以我们还是要走回去。脏乱叉，脏乱叉。没有办法再走了吗？我刚才好像卡住了，可是
啊，废弃的卡车吗？废弃的卡车，破旧的卡车不能用，可是我还是有办法，就是把它的汽油拿出来，拿回去给我的。对，拿回去给我的另外一台可以用哦。当初有教堂吗？哪来的教堂啊？场景又换了，是不是？警察局，警察局让阿史就会想到 Biohazard， 就是《恶灵古堡》二代。对，其实阿史看最多，对最多最有印象的就是二代了。对，只是个广告看板罢了。我觉得《恶灵古堡》它已经走歪了，在五代之后，对不对？就是其实我都已经不知道他在做什么，尤其是最近七代，大家就是很多实况主都开始玩了，看上去很像幻灯片。丹尼尔斯，你能不能不要在门上？这已经不是第二次，这已经是第二次，我已经忍不住了，所以。门上，请给我钥匙。既然这样，请给我钥匙啊。灯开关。哦，是牢房欸。没有东西，然后可是我这样子也没有拿到钥匙啊，就是一个我按进去，它就会直接进去的概念呢。被电死了。我们这样要走多远啊？是不是快到了？差不多，可以出发了。去哪？这么潇洒的状态是怎样啊？是怎样啊？莫名其妙。哇，我真的住在这里吗？限速80，就是那是那什么啊？欸，大门 ，unlock， 真是座大房子啊！没有办法进去吗？那個、动画可以不要每次都这样吗？沼泽湾，我觉得很好笑欸，有种说不出的喜感。然后，什么东西在哀嚎啊？吓死人了！我们昨天晚上远远的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像是某种大型动物的声音。罗伯特和我决定明天去看看声音的来源。我的头突然又开始晕了起来。禁止进入。地上是机场之后，是不是？这社会背景到底是怎样？该死！飞机冲向那边去过去了。我们快追上他，杰克。杰克，
是我的小伙伴在跟我说话吗？我们就要追上他了。我拿到枪了，杰克。哇！好，他下去了，杰克。好，搭配枪去跟敌人对战。看阿曲的技能已经越来越高了。然后这什么螺丝起子，螺丝起子能干嘛不晓得，不过就走吧。那兔子还真累啊，一直反复的下啊啊啊啊啊啊，果然就是一个必须要躲到不是，哎哎哎，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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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来得及吗？哎，有虫虫哎，太可恶了！可是，哦，像是某种筑基，某种筑基。可是那个大石头已经挡住路了，不是吗？杜拜，螺丝起子是要干什么用的？我没有印象哎。就是难道是打开那个最早的那个箱子吗？可是那箱子看起来不像是那个的。不，讨厌这冷冷的声效。我应该可以用锁撬开。为什么笔不能拿？我想要拿笔啊！给我拿笔！只拿到一把钥匙，钥匙能干嘛？钥匙应该就可以回我家，是不是？柯很纯用现在哪？喂，那只狼也太过分了吧！那只狼也太过分了吧！我要去家，看起来不太像是家大门的钥匙，不过我们就去试试看好了。对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就是。试试看就对了嘛。我用找到的钥匙开了门。哦，好可怕、啊。嗯。那个雕像的姿势是阿曲曾经做过噩梦雕像的姿势欸。哇。好漂亮的雕像。这里好像有一本书。不能拿吗？要敲开是不是？是个留声机。
Oh my god！ 为什么有人？母亲，我这就去找你，找你待一段时间。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理，稍后见。你的儿子杰克，这是我的妈妈吗？天哪，他死了！怎么有点？怎么有点？这是电扶梯吗？家里太高端了吧？虽然我知道有钱人的家里还有可以是电梯的。太黑了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所以我们要去找火种之类的吗？什么都看不见。开灯的孩子，这不是你家吗？我想知道他在做什么。也是啊，一直看到尸体的音效的确一直很震撼，可是那个一直噔的声音蛮吓人的。好像有本书，默默的就出来了欸。没有别的地图。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要去找火把之类的吗？还是怎么样的？哎，有该死的狼！不见了欸。所以刚才那只狼到底是？我们漏掉了什么东西吗？I hate you.